大家好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部充满喜剧元素的电影《热烈》。在这部电影中，王一博饰演了一位热爱街舞的少年陈硕。他的生活虽然忙碌，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。电影中，王一博和岳云鹏饰演的角色发生了令人捧腹的化学反应。他们为生活忙碌，但始终不忘记关心彼此，一起喂药、洗脚、哄开心，还一起告状。虽然他们的外貌差异较大，但气氛却异常契合，让观众们也感受到了这一份温馨和欢乐。这部电影不仅展现了街舞文化的魅力，同时也呈现了家庭情感的温暖。王一博和岳云鹏的演技都十分出色，他们的表演自然真实，让观众们仿佛置身于这个故事之中。总的来说，《热烈》是一部充满喜剧元素的电影，王一博和岳云鹏的演技让观众们捧腹大笑。如果你也想体验这一份家庭情感带来的温暖和欢乐，不妨走进电影院，让这部电影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，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吧。